นะโมปุญสุสิกขามณีโ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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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บูชยังสิมชิมบีเหมียวฮวาบูชยังสิมชิมบีเหมียวฮวาเอเชนมันเกบลันเจอกูโง่กิมเก่นบุญเจ้าสิวฉีโง่กิมเก่นบุญเจ้าสิวฉีวันกายจีไรจินสิกิวันกายจีไรจินสิกิปอินสุจินชวนสุปุ่นเซนสุก้อยนิสุก้อยเดนิวตะเกออามิตาโฮอามิตาโฮลันเชียปักกะชิไปเวียนนอไปเนอันนี้感谢南无大慈悲父欢喜阿弥陀佛无量的大多善根福德因缘充满一切众生的心心愿将诸众生同生安乐国是吧应该跟您说多善根福德因缘真可能这五十分钟讲不完因为这个这段文很重要，很重要的。现在人真是误会这段文阿弥陀经里面有一段这款文，下利佛不可以修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下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即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既然你们将是阿弥陀一直圣像现在居前，是恁将是心不颠倒，这个往生阿弥陀极乐国土。有一段这个文这个文内底伊上头啊，这句伊就安尼讲，讲下里话，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不可以消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为这句大家未了解什么是叫做善根福德因缘，未了解所以真济人伊都唔念佛，干那要做一挂善事，干要做一挂善，用这善事要回向去极乐世界，这款呢叫做大错特错。大错特错伊就是未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修善根福德因缘？什么叫多善根福德因缘？根据奥义大师安尼解说，菩提正道名善根，即亲因，种种诸多。世界禅定名福德，即助缘。唯一信愿集持名号，即一声摄其多善根福德。就是讲，咱善心清明，福德也不可量。空一心不乱在，我来对一挂文较重要的录起来写的黑板给大家看，咱道道咱探讨看嘛样的什么叫善根？善根就根据奥义大师安尼解释，菩提正道就叫做善根。不但是善根，就是咱往生极乐世界的亲因，的亲因种种的这造行，种种的造道，可以讲布施咯、持戒咯、忍辱咯、禅定咯、精进智慧咯，这款叫做六道万行这款呢，才叫做造道呢，名呢叫做福德哦。
名叫做福德，也就是造因啦。啊，有正因，有正道啊，有造道；有正因啊，有亲因啊，有造因。安尼呢，这个叫做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即咱学佛的人啊，必须爱明了，爱知影啊。要去极乐世界，要安怎去？经常交代个足明足明，尤其是四十八愿内底啊，讲个足清楚的啊。咱啊，信愿行那记住啊，咱念持名，念这阿弥陀名号啊，就叫做正行。这个正行哦，咱学佛的人啊，什么叫做菩提正道啊？这经常真侪位安尼讲，可比讲啊，声闻缘觉哦，菩提神根秀，声闻缘觉菩提神根秀，人天有老福业，福德秀，皆不可成净土。啊，恁大家听好啊！就是声闻缘觉哦，啊，罗汉辟支佛啦，这叫做声闻缘觉啊。这菩提神根照，因无法心要度众生啦，干那因家己想要自了汉尔啦，家己啊会脱离这三界就好啊啦。啊，无要发心度一切罪苦的众生哦。所以这款的呢，叫做菩提神根照。有的人爱做真济善事，这叫做人天有老的福啊。所以咱生去的天堂啊，天顶哦，这款人啊，虽然在生做真济福啊，就真，那是要讲往生极乐世界呢？这款福要个足少，这款福地要足少，这是生起的人天呀，这叫做有老有老福啊，有老的福业啊，就是啊，甲无老的相比个就会使讲真少，所以讲这款的呢，拢无到生起极乐净土啊，要安怎才会生极乐净土呢？啊，爱也发菩提心，爱要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啊，菩提正道啊，啊，名善根啊，咱这菩提两字啊，就是同音特构。菩提啊！这种的菩提呢，就是通因特果，也就是感悟啦，啊，菩提萨埵啊。咱学佛要创啥？咱学佛啦，不但家己咱要了生死哦，咱个爱发大心，咱要成佛啊。咱家己要了生死啊。以佛法众生来讲啊，无得简单，用咱家己的力要了生死，足无简单的啊。所以啊，佛在《大集经》内底就安尼讲：，讲佛法世界哦，一人修行，难的一人成就，唯有念佛法门得到生死啊。所以这呢，就可见。咱无法众生啊，用咱家己的力来修行啊，哈、啊，无一个一成就，唯有咱这念佛的法门啊，才会得到生死，才会了生死哦。所以咱今仔日皈依信佛，做一个佛教徒，一定要有两项真正确的观念。第一啦，今生这生死绝对要解了掉。绝对不要在六道轮回。第一啦，爱要发这款愿，啊，爱要发这款心，
第二呢，我信徒要创啥？信我将来绝对要成佛。你也无你信徒要创啥？咱要做罗汉、做菩萨，哎，做这是哪声闻啊？这二声啊，这不是啊，咱所要追求的哦。咱信佛啦，最后的就是要成佛啊。所以咱佛教导一定要抱这两个心，抱这两个心观。你这两个心愿，你那嘛，你那发会到，也要加这两个心愿去迈进，这款的叫做发菩提心，这款的叫做发真正的菩提心，啊，真正的发菩提心哦，啊，所以这款呢，才叫做菩提正道，也那无啊，不是菩提正道哦。哎，虽然是信佛，一个皮毛尔哦，啊，所以你呢要发这款愿，发这款心，这叫做菩提，这叫做善根，这款才叫做善根。啊，因为这善根啊，就叫做亲因，真亲的因。咱这因啊，有亲因，有缘因，有缘因，有亲因啊。所以这个亲的因啊，就是看你安怎发心啊。有的人学佛啦，哦，我后世人要过来做人啊，这款的，这款不是发真正的菩提心。你后出是要做人，做人有啥物稀罕？做人有啥物歪好呢？做人也是六道的轮回啦，也未了生死啦，啊。所以这不是叫做菩提正道，所以我们学过来要有正知见哦。因则种义哦，啊，为生菩提果之种子啊。拄则讲通因彻果啊，这菩提啊，通因彻果，咱发这款心啊，就叫做因，咱因地也要发。要出离这三界，要成佛啦！这款心就叫做因哦。你有这款心呢，你就会向你这款心去迈进。后摆你就大家你的高低啊。可咱今生有想要了生死，你就会吹法门啊！啊，这法门你就变死吹哦，吹到尾啊呢？主要为就干那念佛法门，今生的了生死呢？剩下就上起码爱正罗汉果啊，断见殊胜。咱凡夫哪里有法度断见殊胜呢？无可能啊！这佛弟，经常就安尼讲啊，我无法世界一人生，难的一人成就，也就是讲一个人都未成就。所以你找到尾，你才知讲，哎，唯有念佛法门得到生死哦，啊。所以啊，咱若想要了生死，你找到尾找到净土法门，念这阿弥陀佛，找到了后呢，你就一门深入啊，唔通这行啊修，那行啊修，这行啊卖，那行啊卖，到尾啊，你就未成就啦。人讲俗语咧，讲十做九不成啊，啊。你做十项代志啊，你心分到十项去啊，啊，你要十项拢成就真困难。啊，你若做一项，那这项一定会成，啊，个一门深入，咱修行嘛，干那修行。因为咱这佛法众生啊，时间毕竟真有限，定位讲一刹那就要啊，往生极乐世界，拢有讲过啊。一世人算算咧，修行的时间确实真少啊！所以用这极少的时间，要来了解这困难的生死，真正无得容易啊！那不是这啊，嘛那不是咱这本书世界末尼去讲这净土法门，和咱来修行，咱这无法讲成真正连一丝仔依靠都无。所以哈，人正经讲的手机，恁要记得吧？啊，
这是呢啊，感谢咱释迦牟尼佛啦啊，佛开净土啊，真正好，无法众生有依靠啊，欲出诶娑婆三界外啊，欲出娑婆三界外啊，只要一心念弥陀。啊！我叔，你讲讲着手机，家己想着手机啊！哎，你手机你都帮背哦，未歹哦。佛开净土非常好啊！哎，咱释迦牟尼讲这净土门确实真好哦。无法众生有依靠，哎，咱拢甚至无法众生啊！哎，释迦牟尼无甲咱讲这净土门，叫咱念阿弥陀啊，咱无法众生真正无所依靠哦啊！要出娑婆三界外，你若想讲要出离这娑婆世界啊，要出离咱这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界不安，犹如火体哦。你若有想要脱出离这啊，只要一心念弥陀，只要你一心无念阿弥陀佛咯，安尼呢，咱啊。今生咱对了生死，对离开这啊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生起个迄啊没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极乐世界哦。啊，所以咱心法会着，你自然你就向这条路去迈进，你就别懈怠，别懈怠就叫做精进啊，啊。所以念佛啊，真正六道万行拢中受着啊。即摆哦，咱去啊极乐世界了后，咱去个寿命无量无边啊。因为阿弥陀的愿啊，要来个咱面头前，甲咱接引啊，生我得福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业，若不生者，不起正觉。为敌我的诽谤正法啊！但并受这个愿啊，咱今生对往生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时呢，咱阿弥陀佛，诸三不退转啊！去到呀，寿命无量无边，咱一生咱对成佛，咱这两个目标啊，就安尼都互咱达到哦。所以这款呢。这叫做菩提正道，这款呢就叫做善根，啊，就叫做清音，就叫做清音啊。音者将义，什么叫做音者将义呢？音者总义啊，这个音啊，就是有。正的意义，这正啊，可以讲咱正土豆是安怎才会生土豆？正鬼啊是安怎才会生鬼啊？因为你点土豆的正，伊就会生土豆；你点着鬼啊正啊，伊就会生鬼啊。这因果就是这微妙，就是这不可思议。绝对无讲你种土豆的因啊，种土豆的种要生鬼啊，啊种鬼啊种爱生土豆，你绝对无这款的啊。所以讲这因者有这种的意思啊，有这种的意思。呀，就是呀，咱发这菩提呀，就是呀，为生菩提果之精进，所以咱发这愿啊，拢总是这菩提是觉，生活的精进就对啦，啊，这种种的做到呢，乃造成正道之法啊，咱就可以讲。啊，持戒忍辱咯，禅定精进咯，智慧咯，这种叫做造道，也就是叫做造行。这样会造咱的正行，会造咱的正行。
啊，所以这叫做缘。那阵讲这粒土豆，这粒土豆啊是种子哦，啊是种是果，是种是果，啊嘛同时嘛含因，所以啊因果啊啊叫做啊。果测因缘啊，因该果海果测因啊，因该果海果铁因缘啊，人工境界变去。这个土豆啊，是种的土豆生，所以才叫做果。这个果呢，伊含有因，因啊等到缘，这个果变做因；因啊无等到缘，这个果永远拢是果啊。这个土豆，你那个保存好些，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伊拢土豆，这叫做固，因为伊无等到缘啊。啊，你那个保存第一可以讲玻璃干啊，头底个空气拢个抽掉，安尼一天我肯定真固哦。假使一今仔日收起来土豆，啊，甲十年土豆，甲一百年土豆，甲一千年土豆。啊！你个起来个点都土类，安尼，即个土豆会当季生根，啊，会当季发芽，后摆当季开花，当季结果。阿伯讲啊，今仔日收起来土豆，啊，较快生根，较快发芽，较快开花，较快结果。阿伯安尼，啊，阿伯哦，所以这因果真不可思议哦。本来伊是果哦，你即要甲点到土口咧，这土就叫做缘。这土啦、水啦、啊土壤啦、水分啦、肥料啦、温度、空气啦、阳光啦，自然叫做缘。这缘呢，伊就助于这个，助于这个，助于因啊。因为这条果啊，你甲点到土口就变做因，有等到缘就变做因啊。啊，咱这因果啊，叫做因缘果报。咱中国人啊，爱简单，所以拢简单讲讲到因果。其实叫做因缘果报啊，所以这个果等到缘，伊变作因，变作因啊。这变作因了后呢，伊就会形成，伊就会生根，啊，就会发起后摆开花，有个结果。所以因中啊，伊就阁变作果；啊，果中等到缘，伊就变作因。所以这叫做因该果海果铁因缘啊！大家爱了解这哦。用这土豆比喻恁听，回归咱这念心修行嘛，基础。咱修行啊，同款不离开因果。咱这念心。咱这念心嘛，咱伫只修行叫做因地，叫做因地啊。叫做因地。啊，这个土豆啊，点个土豆嘞，叫做大地，叫做土地，白白地。咱这个心嘛，叫做心田。啊！啊！甲点个土口咧，叫做水禅，啊，是旱田，同款拢是禅，哈哈，拢是禅咯，啊，拢是禅。所以呢，咱用阿弥陀佛的经济，阿弥陀佛就是经济，佮一只土豆相像。阿弥陀佛叫做果觉嘛，果觉就是经济啊，由凡夫。啊！伫咧修修个生活，是我想到种到果觉果觉，叫做果觉。亲像即土豆啊，啊，伊生根发芽开花，啊，着果结果果生土豆，个人想象啊，顶只土豆果觉哦。用即阿弥陀的果觉，念到咱的心田内，咱念阿弥陀，就是将即个。经济点在咱的心底，啊，点在咱的心底，
人生的心地。哎，这条果就变作因啊！阿弥陀，这果就变作因啊！掂在咱心田就变作因。你若无改念，伊永远你就是阿弥陀佛。人生讲这条土豆，你若无改掂在土里，伊永远就是土豆。哎，大家听有无？这呀，无安尼讲，大家听无啦，无用拖刀比无人听咧。修行都是安尼啊，啊，即摆哦，将这阿弥陀佛个点到咱这条心田内，即摆点了呀，改成像这条拖刀点到拖卡内同款啊哦，啊，啊，即摆点了咱心田，咱心田咧创啥呢？啊，咱来个做啥物？咱下过来人绝对袂去做歹代志哦。啊，持戒忍辱咯，啊，精进禅定智慧咯，哎，咱赶快的叫安尼直直去做，啊，这种叫做缘，这种叫做造缘。可是安那下人叫人叫人不是去讲造念，真正这造念啊，就是最好造缘。咱虽然是去给这个人造念，或者人去往生极乐世界，其实就是造咱的缘。做咱后拜往生极乐世界，后拜咱成佛的缘哦。啊，付出都是收入啵，您爱知哦。啊，那咱这个拖刀甲种落，你若无去耕耘，若无去甲伊犁迄个诶培迄个灵咯，啊，或者是呐甲滴草咯、压水咯，这个拖刀啊，伊阵后拜开花结果啊嘛。生不济啦！假使你呐有解灌溉咯，解种种种地咯，解地草咯，啊，有做这些工课是啦，这土豆后摆就会丰收的，真水就会丰收。咱嘛是同款，咱这个阿弥陀经济种在咱的不识田中，咱啊不识念，不识念，直直念，直直念，啊。即你哋的概念，等于就是亲像恶水，像迄个就是呐，啊，念字念技术哦，因囝啊，往生啊，叫做世界了后第三天倒转来哦，倒转来是甲因老爸安怎讲？讲哦，咱念佛的人，拢有一类莲花，啊，你啊拼死恶水莲花才会大类哦。哎，伊讲诶，啊，我啊伫遮呢，我念咧叫做世界，我是变成恶水啦。伊讲你念佛都是恶罪啦，啊！你做善人，甲你讲恶罪，你就听有啦，啊！咱念佛都是恶罪哦，伊念佛都是精进嘛。阿弥陀就是无烦恼，就是专门拢拢拢拢一切拢拢智慧啊嘛，啊！叫做佛地啊，不属于不可轻地，大乘功地无量无量最上圣地，啊！见树叶，天晒不明，拢种断尽啊！拢断尽就是拢智慧啊！啊，所以这就是叫做智慧哦！啊，六道万行，佛拢修个圆满，伊唔只系成佛啊，唔只系一个高格啊！啊，所以咱用这个一切拢种圆满的高格，做咱修行的因，这款呀。绝对是福德因缘具足，绝对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咱爱斋，咱念佛的人啊，这款道理一定爱听。咱去讲助念，想到去讲助念，就是最好的多善根福德因缘呢啊！咱要来布施啊，要布施啊！真侪款布施方法，用金钱咯，用体力咯，真侪拢会使布施，用辛苦一切拢会布施的，啊！但是最好的布施方式，啊，结缘，未成为先结缘，这叫造缘，布施嘛是一种造缘啊，世界上这一切拢总是造缘，阿边那。做咱这个缘呢，我不是在讲，有善缘啊，有恶缘，有善缘，有法缘，有佛缘。
啊，我不是讲这缘啊，这缘哦，因缘果报，咱爱研究呢。恶缘者，未使甲一切众生做恶缘。啊，佮讲只拖刀点落，你拢莫追佮伊。咱只条拖刀无追，这叫做恶缘啊。咱只拖刀伊后摆歹成就。咱甲只众生结恶缘。改名改拍侮辱，这个叫恶缘。这安尼后摆啊，会障碍咱幸福这条路，也是障碍咱的修行啊。真济人真歹修行哦，这个修行，我一个念的书啊，哦，弄来咧假差咧，伊就发完全接触来咧假差哦。真济人安尼唔会修行哦，这个你精神该结着恶缘啊。啊，伊就要甲伊吵哦，啊！所以咱唔通甲众生结恶缘，上起码要结善缘。善缘就是咱帮助伊、赞叹伊，啊！佮讲啊，这人真善，咱起只钱啊，甲伊援助，啊，即款个拢结善缘，啊，甲伊赞叹，甲伊阿罗，啊，伊咧行袂去，啊，甲伊牵一下。伊个担真担，解斗担一个，只拢结善缘，啊，先结善缘，后摆啊，伊会帮助咱，啊，啥物结法缘呢？结法缘者，就是功夫发宏听，啊，功夫发宏听，或者是像咧教书老师，啊，教学生啊，会智慧啊，只拢结法缘。进一步爱结佛缘，未生了先结缘啊！佛道有缘人啊，无缘不能道啊！阿边呢？啥叫佛道结佛缘呢？可以讲，咱教人念佛啊，教人念佛啊，用念佛的录音带跟结缘啊。啊，这人死去啊，咱来给伊念佛啊，真佛像，请佛坐等来拜，这款拢结佛缘，叫人叫结佛缘哦。啊，这结佛缘啊，咱后摆绝对去佛祖道去。你结佛缘，就你去佛道去啊。啊，所以咱啊，去讲助念啊，就是跟人结佛缘。不但跟这个众生结佛缘，还佮跟阿弥陀结佛缘。咱去解念阿弥陀佛吗？啊，所以这款呢，就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这款人绝对得生彼国。啊，所以呢，咱爱知呀啊，声闻冤家啊。伊都做声闻冤家啊，啊做罗汉辟支佛啊，是安那叫做菩提根照呢？因为伊家己想要了生死尔，伊无想要度众生，所以伊就甲迄个阶段过得无多久，伊未幸福啦，啊，干那了生死尔都无要幸福啦，所以讲菩提。啊，见到照哦，啊，但求助你哦，啊，得少为足哦，得真少就为满足啊，啊，不发菩提心哦，啊，这款的呢，啊，就叫做善根照。介是讲这粒土豆，我都干那要做这粒土豆呢啊，我都做这粒土豆的话，我都买个红种啦，你买个假种来啦，个种来个生真济废气啦。啊！哎，这安尼就跟他提到拖刀呢，伊就袂去生真济，袂离个真济人啊！这拖刀咩啊？拖刀就是袂红家，红家互人有营养啊！啊，你跟他提到拖刀，你就有限啊！啊，我看你只要拖刀卖家食咧，你加加正规牌才去食咧。咦，啊，都收得真济啊，收得几啊处境，收得几真，都直直反主去啊，都足济啊！啊，这样就叫做都是。啊，就叫做菩提哦，啊，这个多，
都神经哦，啊，所以咱幸福啦，就获得多一切众生，啊，做菩萨幸福，只能大幸啊，也就是啊，发菩提心的人，啊，所以讲声闻都汉啊，就是神经照。人天呢，拢干那求有劳之福，啊，所以讲福德少，啊，什么叫有劳，什么叫无劳，这样咱做这福德，就一定爱知呀。有劳噶无劳，足重要诶。可以讲这个杯啊，这个杯啊哦，这个杯啊，假使讲这大家那个正一空。啊，即摆即地下底甜甜甜哦，可是时间老了了去啊，输要啉就无通啉哦，你较啉就啉无，都老掉去要来啉有，这个咧又老啦，啊，啊那无老呢，也即摆输要啉就啉会掉哦，啊哈，所以这又老无老啊，都、就是一家，所以咱爱知哦，做歹代志。可以讲，咱学佛的人，真侪人来遮皈依，啊，回来遮要念佛咯。伫外口熏卜卜，则是进去啦。伫外口熏变死卜卜，伊个只巴甲这佛寺袂使食熏啊。伊只巴第一我看伫停车场啊在来，咱遮佛教徒是较袂啦，真侪要来加持的遐啊。只巴底下来，呜，熏是进去咧卜卜咧，哎呀，只巴来个迄个狗啊，都等到狗底落才起来。伊唔敢起来就食薰啦，啊，食槟榔、食酒啦，即摆来食酒诶，来华家庭讲你唔好食酒哦。食薰、食酒啊，就叫做有劳，叫做有劳哦。啊，即初步第一步，咱学会人爱知影。是安怎叫你讲唔好食肉，爱食菜？是安叫你讲唔通食薰、唔通食酒、唔通跋筊？唔通邪淫，邪那那叫人家呢？佛祖在那叫咱那修五戒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呢？邪叫咱莫做十恶呢？自动有劳。你做一项，做一项就是破一坑。那我今日结婚啊，结婚就是破一坑。啊，饮酒啊，饮酒就破两坑。啊，跋筊跋筊破三坑。啊，邪淫啊破四空，啊杀生啊破五空，啊，咱遐就一个大波，一个杯仔底像米胎安尼。哎，咱逐项咧，啥物歹代志做了了，啊，虽然下苦，你都无得收啊。这杯仔底像米胎安尼，只把水你看到甲甜，看到甲用较济落，老了了啦，无够伊老啦，这叫做又老啦。你钱真够赚，赚真济啦！啊，赚真济，你这不良习气，你若唔改，看你外高赚啦，连地都开了了去啦，连地都无去啊，你都咧老掉去啊！所以咱学会的人啊，一定爱了解这款道理。咱要安怎呢？先这个杯啊，下骹这空拢甲脱掉，要哪脱掉？啊，咱今日皈依哦。未皈依前，咱食薰咯，咱今日卖个食，今日皈了，咱就转去买食薰。啊，无皈依前咧食酒哦，哎，即摆去就买个食。一行啊一行，你拢甲断断掉，等于即个杯啊，下骹即空墙墙拢甲补了了，补甲拢无空的时阵哦，你的水就是看底哦，恁等用烟筒恁甲扎看卖，看输光未看有影无影，一大卡烟筒。你个扛到你那水龙头下开啊！啊，你水龙头卖个准个细细啊，乌鸦骨啊会滴一点，乌鸦骨啊脱者滴一点，乌鸦骨啊佫脱者滴一点。里面啊，大家看卖，烟筒个水滴滴滴。你莫小看讲安尼滴一点一点哦，滴久伊就会滴哦。所以咱一个人啊，唔免限定搞趁钱。假使咱都足含万叹的，
他们谈不紧啊，但这一看都无老掉去啊，无结婚啊，这是那的实现偷多下阴谋，伊就咱拢无，十恶业咱拢无，安尼这个背啊拢无空。你贪我这，你就掉我这，啊，所以叫做有老无老的一招，所以咱后个人爱知，佮进一步。进一步，果是斩三在有老三无老呢？讲是安怎布施是有老，持戒忍辱禅定这种叫做有老，是安怎睇呢？这是十恶，虽然是有老，十善是不是有老呢？十善嘛是有老啦。想到十善是有老呢，因为十善啊，你会得到无量的福报。得到无量的福报啊！所以讲，咱布施，布施一万块啊，布施一万块。那你布施有布施的功德，后摆你得到真大的富贵啊！所以讲啊，下面不是的，比如就在讲经济啊，咱你们在练经无？爸爸一定大家都不吃蓮莖，不吃蓮莖的人也臭，不啦，因为台湾出产蓮莖嘛，啊，咱若不吃蓮莖，我讲这吃蓮莖的道理有人听哦。咱这条蓮莖吃吃了，咱那山哦，满山拢蓮莖哦，啊，啊就讲啊，你若爱吃啥，家己去买啦，啊，家己去吃啦，安尼哦。啊，那个拍摄哦，啊，那下古的人啊，慢慢来来话这哦，啊，亲戚另外话这，伊就亲戚给咱拎起来哦，啊，就八块哦，啊，咱就把零件安尼拿价拿单哦，零件只拿单哦，你也无感觉安怎？哎，绝对无含零件只拢吞落呀，一定断掉呀，啊，就把这条零件只断掉，啊，断掉伊就断的脱开，脱开就一眼呢，伊条零件伊后摆就生根了，发芽。多啊，长你对生灵镜，假使这长灵镜啊生了一万粒，这长灵镜要生一万粒，我哩个想足简单嘞。你嘛看下灵镜生个雷多威有哦，这长灵镜敢要生一万粒，我看唔难啦。啊，这万粒的灵镜都来，都几条灵镜寄来哦，都几条灵镜寄来。这可比讲咱布施一颗银。布施一块，做一粒莲经子，也就是布施一颗银，可以讲是颗银。只要这张莲经生一万粒啵，一定就变一万块。你这颗银就是经子呀，布施一颗银变一万块。何况讲这万粒呗，诶，莲经子骨团变一万丛。啊，当年拢会生，啊，当年这经子直直团，啊，直直生，直直团，直直生。你不得不干十年、一百年，你拢卖去个想，这款功德可思议吗？一定不可思议的。滴滴拖去愈拖愈济啊！啊，几啊万倍啊！滴滴拖去啊！所以咱布施啊，一功德就是干那小想，就是干那小想哦。你滴到真济好，一在乎。啊！啊，咱做十善，先来生去的天堂呢？天堂就是和你享这济，一福报啦。那你讲，这水，这恩汤啊水，甜甜啊，就咱的福甜甜哦。啊，你这摆啊，可以讲，咱你生个天堂，天堂都无福，他个净啊，干那享受遐呀。啊，这恩汤啊水，你享受个完，你无这恩汤水，他享啊。无哪样你都对落来啊！生起天堂的意思就是安尼哦。咱这人间嘛是，咱人间啊，咱现在台湾的人荣华富贵，你唔免欢喜哦。这荣华富贵啊，咱享的真，噶咱这世人何人享尔啦？咱这世人啊过，咱无他享啊！你一个人载未起啊，载未起，你都享未到啊！啊！咱伫即世人，你若干啊，会晓要享，未晓要搁做，安尼死了后，
番车对咧三百度。假设你也要继续做，继续做，佮升起三千度，佮遐。但是这六度拢会轮回，拢唔是究竟。所以要安怎呢？一定要多善根福德因缘，要有菩提心，啊，也要出离的心，啊，也要拜佛念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啊，也要修行，这款呢才叫做无老，才叫做无老，要那无浓中有老，所以讲持戒忍辱啊，那边的。将这有老的因变作无老的果呢？要变作无老的因呢？要安怎变呢？爱回向。咱知讲这，咱荣华富贵，今日咱前世所做的福的缘，甲今生来已经成熟，咱有荣华富贵，咱叫台湾人有厝他大，有钱他开啊，对不？你。都爱会晓将这钱、这厝、这福德因缘起来修行，爱会晓将这福起来修行，安尼呢，这就叫做做缘啦。啊，你若未晓，干那要来享受这荣华富贵，安尼呢，你享得完，享未完，你揸未起。永远这六道轮回，啊，无差你前世人做遐济福德因缘，所以咱呢，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唔通贪恋荣华富贵，咱也要发心将这金银财产，可咱一世人开未了。开未了，咱就好好用功啊！唔免阁想贪啊啦，阁想贪吼，炸未起嘛！你贪钱，爱用时间去贪钱。你用一分的时间去贪钱，你就减一分的时间来修行。啊！是安那下人四十外岁了，一直想要出家是安怎？我知影讲，我这人生无常啊！我那四十外岁也叫翘去哦，我赚点钱要创啥也无路用啊！啊，哎，归去卖啊，好啊，就死人就未了就好啊，无爱啊，啊，要来拼死修行啊！啊，哎，我就想讲拼死修行啊，歹赚啊，搁赚无意思啊！那、啊、咱的家己孙，伊那也要跟咱同款啊！就是回家咧，一世人伊嘛吃不了，啊！伊那要跟咱赶快要修行，赶快要赚钱，免咱赚了伊嘛赚比咱较济钱。假使讲伊那唔修行，伊就要哎，勤加欠做骨然医医，哇！嘿，安尼念你都开了了去啊！啊！你那听好，勤加欠做骨然医医那边讲开了了哦。哈哈拼死吃都唔做啊！啊，叫叫做勤加俭俭做啊！啊，两下底下加衫，骨力硬硬啊！哎，无陪他加去加衫，啊，你可能唔脱台间要困啊，你骨力硬硬啊！啊，嘿哦，他到财产就吃了了。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啦！啊，咱后来一定爱干哦。咱啊安尼呢？咱利用这财产来修行，啊，利用这财产可以讲咱供养三宝咯，啊啊，这是孝孝父母咯，啊，人民善良人咯，啊，哪布施哪做啊。虽然你无想要赚钱，照常福报真大，但你做这呢，拢是咱修行的因，拢会助咱修行，助咱的缘，啊。所以这真不可思议哦，啊，人看真济哦，啊，有一个人，啊，来请我去因家给杀尽，我讲你创啥要叫伊给杀尽？伊讲说啊，我欠人足济钱的，啊，听讲，听真济人介绍，讲你啊去阮家给阮杀尽尽的，我留啊厝遐产能真紧就会卖卖去啊，我咱就免纳利息啦。啊！啊！即摆经济真歹，拢卖袂起。啊！那我所以今日来遮，搬请你来阮遐，甲我
杀尽。啊，我讲好啊，啊，我来甲杀尽尽的哦，哎，就来甲请哦，来甲请时阵啊，伊个足客气哦，啊，伊塞一台车来，塞一台啥，顿半的火车来，顿半的火车。啊，还个真热啊！火车当然是起起曲曲啊，个真久啊！啊，别个的火车顶坐哦，伊讲说啊，足歹势，互你坐这火车。哎，我讲没咯，你有火车就比师傅较好咧，师傅也无车啊，啊，师傅也无半张，拢用这两辆的呢啊，还国行都两辆的啊，啊，伊讲说啊，我无骗你啦。我当咧趁钱的时候，我三代免住的。啊，今仔日了了了吼，啊，佫欠人个钱，所以存一张火车尔，足歹势用火车来甲你载啦。啊，我就甲探听，这个人就是嫖多淫大行买，这叫做有老之福，就煞时啊老了了，老到无半寸都过，还欠人个钱，这叫做有老。假使讲咱趁真济钱的时阵，咱卖安尼享受，一台啊车都真济啊，啊卖买甲三台拢免入的，对无？啊，咱大汉较俭呢，啊用这钱来修行拜佛念佛，这种叫做无老之福。所以这第一点，咱来运用哦，运用咱的有老之福，要变无老，这第一项。第二呢，咱来回向。咱做到有老的福呢，咱来回向。可以讲，阿弟大咯，啊，就是一日一日得吃哦，啊，咱起来个落到啰嗦堂内，一日金蕉皮哦，啊，起来个落啰嗦堂内，真正这拢是有老的福哦，同款有福哦，你莫想讲这无福哦。啊，有孝是多人供养三宝，啊，起只钱哦，善良人开，这种无量的功德，拢后摆得到福报。但咱讲这功德变怎回向来极乐世界，迄个二个念就变了哦。啊，安尼呢，你这有老福变做无老的福，爱晓变哦，这不是在享受这有老的福哦，安尼知无？啊，所以这款呢，拢叫做善根福德因缘啊。咱念这福啦。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念这佛啊，叫做善中善，福中福。所以我们这念佛，越念善根越高，越念越善根，越念福报越大。这可能要到后悔才讲你听，因为咱五十分钟而已啦。我不是拢教人讲，咱要拼死拜佛咯，拜哦死看下死无拜哦，有无？不是爱甲你讲啊，我不是强调讲啊拜三百拜，我讲拜一拜赚一百块，拜三百拜一工都赚三万块，一个月九十万，足好赚的啦，袂好嘢你就好嘢啦。即摆一个赚九十万算未歹呢，真正实在讲，甘只赚一百块，拜一拜敢若赚一百块，那啦，经常嘛安尼讲哦，念佛一声，讲个小人必得一条生死当罪哦，拜佛一拜哦，讲啊，一种无量的福报，罪灭好杀，种无量福。所以咱念佛拜佛啊，真正就是善中善，福中福啊。这样啊，同款啊，有真济一例啦，有真济例啊。这例呢，拢真好，不但有例，还有经文。个经文的印证啊，我即个后日甲大家讲，所以希望诸上善人哦，要安怎才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唔是讲你佛唔念，拼死要来创东创西哦，唔是叫恁唔好做啦，随缘。
迄款也爱随缘。缘若到，咱就来做；缘若未到，咱卖乞求，好好啊拜佛念佛。因为拜佛念佛啊，这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因为阿弥陀就是福德因缘修加具足，叫做福慧相知，叫做两足尊啊。啊，咱用这福慧具足两足尊的果啊，做咱因地修行的因，咱当然嘛是啊福，或者是那福慧具足啊。啊，所以咱呢，有时啊。咱这修行真歹修哦，咱可以讲要福慧聚焦咯，或者是讲我是啥福慧双修咯，啊，福慧等持咯，这款嘞拢个讲较紧哦。真正要叫咱等持，要平定要哪持真恶。这福慧双修啊，福慧要定持啊，无得简单。你若是输啊，无小心，唔是福较济。你也好较济，会较少；啊，你也会较济，也好了较少。啊，你安尼时啊，咱就未幸福咯。那一定啊，病济才叫做两足尊。所以要病济啊，就无咧简单咯。所以经常安尼讲哦，修福不修慧哦。咱啊，修福不修慧啊，来生呢，变成啥呢？亲像大象挂璎珞。假设我们修慧不修福，只要修智慧而不修福报，修慧不修福，我们的来生罗汉脱空报，证罗汉果啊，证罗汉果啊，他的智慧有够，不然证罗汉果，但是出去脱报的时候，脱不报了，看看我，人家别人脱报，脱不报了，你没有证福啊。去泰国、印度，去国王出来拢骑象哦，较早无只轿车，啊骑象哦，啊，骑只象啊，是安怎只象会国王骑呢？象国王骑吼，伊国王拢家吊璎珞哦，璎珞恁知无？吊一挂金啊咯，个宝贝咯，拢家只象挂吊了，啊，家己只象真个真水哦。啊！只只只把青只唱只惊咯，叮叮当当哦，啊！只唱欢喜哦，啊！只唱啥闹台呢？前世人的修福报啦，但是无修智慧，唔修行，无修智慧啦，啊！所以讲哦，啊，咱啊学佛的人一定爱学会双修，咱学会呢双修呢，啊，咱将来咱的了生死真紧就会成佛，啊！别那学会双修念佛。因为佛以前福修、福慧双修修到圆满才成佛，叫做两足尊。所以呢，你念佛就是定持，就是等持。啊，因啊，暂时跟大家讲到这，啊，明仔再再讲啊。